说起曲婉婷呢，歌唱得好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，其实呢她是个非常有趣的女孩子，一说英文就是白富美，一说中文就是东北妞，一甩头就笑趴小伙伴。今日呢，作为 Livehouse 巡演首轮邀请的艺人，曲婉婷现身北京，让我们好好的见识了一下什么叫有趣的自黑女。现场比较有活力的一些歌，我要说具体歌名吗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哎，好像网上有传这样的一个视频，哎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个梗，曲婉婷美不胜收的甩头招牌动作一度被网上疯传，甚至还吓坏过和她亲密接触的小记者们。直接让我，你让我合唱。一说话就甩头发，这惊人的习惯到底是怎么养成的？因为我拿着麦克风，我手拨不了，我只能用这个头发甩。时隔多月，如今曲婉婷已经轻轻松松地把这个梗作为自己黑自己的杀手锏了。我觉得挺搞笑的，我自己也笑了半天，我自己也转了。是这样，OK， 好，我娱乐大家，并且在自黑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我不是白富美，我白吗？这白的话也是那个化妆师抹的白。你看我这胳膊挺黑的吧，跟脸比呢。新闻在线，北京采访报道。